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来到八点啦。那这一次是对上这个18年中信兄弟，是采用这个模拟的形式哦。那我们就是要来实测一下，就以我现在这个109的阵容，看看能够攻下几分哦。那目前的预计是应该是可以攻下40分左右吧。我预想是这样啦，那看看我的球队有没有符合我的期待。那如果想要直接看结果的话，就可以直接快转，没有关系。那我们就来实测看看，看看究竟我们的阵容可以攻下几分哦。对上这个18年的中信兄弟。那我们直接来开始。我今天一个红脸而已，一个红脸两个笑脸嘛，其他就还好。哦，对上来福利哦。OK， 我们首先这个志平就打了一支安打，然后陈敏杰敲了一支全垒打，那这里林鸿玉也紧接着 back to back 全垒打，这边攻下三分，不过王柏荣被三振，现在一出局，我现在4-0了，这个打的速度太快，来完全来不及播，我现在两出局5-0，这边又攻下了一分哦，现在6-0了。没有相当的顺利哦，直接在第一局就把莱弗利打下场了。那轮到我们一局下半防守，那目前攻下7分。OK 哦，张毅连续3个3振。那我们这边小胖今天敲了两支全垒打哦，目前2-2，两支都是全垒打。对，我们杰信也敲了一支全垒打，目前比数来到10-0。这里泰山又补上一支，比数来到11-0。那邱炳辉被打下场，轮到关大元上场登板。那我这边靠着一支高一先打攻下一分，这里陈炳杰也敲了一支全垒打，那比数来到14-0。然后以这个速度的话，7-9-63哦，那看看能不能攻下63分呢、啊？目标是40啊，如果应该后面应该会打的少一点。我们跟郭彦文也补上一支16-0，这胡金龙也补上了一支哦，比数来到17-0，现在那边只有得三分，相当可惜啊。我们看我们李兹，我刚才讲错，不是张毅，是李兹啊。然后目前没有掉分。然后这边又派上这个郑凯文登板，这里顺利化解危机了。好，我们李兹目前仍然没掉分。后来5局上半，我这边打了一个前进安打。这比数来到20-0，紧接着21分、22分也回来了。那这边靠着高一先打攻下了23分哦，那这边换上了郑奇宏，这里也有顺利守下来哦。轮到5局下半，哦这边胡金龙 nice play， 现在两出局。还有这里陈敏杰也补上一个美记哦。那目前满垒，看有没有机会。我这边攻下了3分，轮到26-0，这边小胖又打了一个全垒打。三支全垒打，便也换上了这个陈柏豪上场来救火。不过这边又被敲了一支全垒打，那目前比数来到32-0，又还有机会可以到50分哦。那这边派上直接把李正昌上场来登板，感觉李正昌士兵要投得很辛苦。那比数来到36-0，边紧接着37分也回来了。好，轮到6局下半，我们的防守，看我们机会可以不要被攻下分数哦。那边不过这边被张志豪敲了一支2分炮，那比数来到了37-2。
然后离四十分越来越接近了，应该是可以。那我们现在比数还有四十二分，不过现在有点小卡，不过不影响我们攻下分数的情况哦。那这边泰山要补上一支洋春炮，现在比数来到43-2。不过这一局李正昌投的相当好，只有掉一分哦。要轮到九局上半，我们最后的进攻了。现在只有43分，离我们的50分还有点遥远。现在44-2，哇，这边相当可惜啊，没有到达50分。不过跟我预想的差不多啊，就是攻下40分左右啊。好，那我们就防守，看能不能不要再掉分。快好，这里顺利化解危机。那我们这里中场就是以44-2拿下比赛的胜利哦，跟我预期的差不多。那因为现在已经开了哦，就是大家如果因为他会送卡包和传奇券嘛，相当佛，就是如果大家有看到的话，也要尽快打哦。如果忘记那个跳出这个讯息的话，看到这部影片也要赶快打。这个其实蛮简单的，就是只要花时间就好了。好，那今天影片到这边，如果喜欢影片的话，可以按个赞，然后按个订阅，也可以开个小铃铛，这样才可以收到及时的发现通知哦。谢谢大家的收看，那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